讲的话，我们肥胖的一个患者大多数都是因为一个脾湿运化来导致到的一个痰湿等等的一些体质情况的一些产生。人体来讲的话，我们体内的水湿之类的，它要通过中医上面讲的脾要运化到我们的一个全身。那我们脾湿运化来讲的话，就相当于说我们的体内的一些水啊、物质啊、精微成分，它不能很好的运行过去，就不能排出体外，就导致到了像我们一些痰湿壅滞在我们的一个体内，从而形成了我们的一个肥胖的一些这些问题的产生。那我们针灸减肥来讲的话，它主要是来通过刺激到我们体内的一个穴位，来达到脾胃的一个健运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来让我们改善到我们人体的一个体质，来达到一个减肥的一个状态。像埋线减肥来讲的话，它主要就是把一个生物蛋白线像打针一样就打到你的一个穴位上，这个蛋白线呢在体内的时候就会持续的一个刺激你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长效的一个针灸。像我们的控制饮食包括我们运动之类的，我们可以考虑成是来做减法，就做消耗，就是我们比如说减少我们的摄入，加大我们的一个消耗。那么中医中药的包括像针灸之类的这一类的一个方法来讲的话，它其实是能够更好的来直击到我们的一个源头，就是来改善我们人体的一个病理的一个体质的一个状态。当我们的病理的一个体质状态达到改善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我们再来配合我们的一个饮食运动，我们能够加速这个减肥的一个过程。所有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法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作用于我们的一个饮食运动的一个基础之上。那我们所谓的这么一个埋线的一个减肥来讲的话，它其实只不过说你可能不需要像那么控制饮食或者锻炼的那么厉害，它能够达到同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也绝对不是说能够躺瘦，因为这个相当于说只是加速了减肥的一个过程。但如果你想要很好的达到一个减肥的一个效果，并且能够达到一个长期维持的一个效果来讲的话，那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生活作息的一个改善，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那个肯定是要贯穿始终的。中药的这个治疗之后呢，我们肯定还是要来兼顾到我们的一个饮食和我们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习惯。总体来讲的话，我们饮食肯定还是以控制总热量为主。那不管你是用现在的什么16+8咯，地中海饮食咯等等的很多的饮食的一个办法，但其实我们归根结底都是来控制到我们的一个总热量。那么运动来讲的话，我们也建议是一个阻力运动跟一个有氧运动来做一个交替。那我们运动的一个时长，我们建议在减肥期呢，我们建议一个星期至少要达到150分钟以上。那我们到维持期呢，我们就建议要加到200到300分钟以上每周的一个时间来进行到一个运动。我们中西思想永远都是管住嘴迈开腿，其他的所有的一些治疗来讲的话，都是来帮助你加速这个过程。我们中医减肥来讲的话，包括像我们针灸、埋线、拔罐，那包括像我们的中医中药之类的话，它也是能够来通过改善我们人体的一个体质的一个状态，来达到我们减肥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包括像我们中医的很多像五禽戏啊、八段锦啊之类的一些养生的一个功法，它也是能够来辅助到我们的一个减肥的一个状态。